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支是 Samsung S4 的录影，好，最后 Media Case 我们的 Media Case 直接接，好，那慢慢拉远，转过来同步到，好 S4， 那在距离大概四米左右那个，同步的画面就非常的整齐。Samsung S4 4.2.2 版本。